我在淡水啦。你那天才问过我一次嘞。啊，真的吗？啊，真的吗？啊，你以后都不要问我问题了，我都乱回答。淡水在基隆吗？谁谁上完课？我是。你不能欺负金鱼。八点九四九三零那边吧。对，三零好。刚主听到八点六。淡水不是也在海边吗？是啊。淡水是啊，是啊。对啊，那一样啊，没有一个头啦，一样。那你说我住屏东啊？屏东也在海边啊。屏东太远了，那是在。啊，淡水也很远啊。北部，不行，我觉得看你们俩吵架好好笑、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就不要，这个地理还蛮猛的啊。如果你是间谍，就不要跳出来了，就继续听。怎么跳出来？干你屁事哦！哇，凶巴巴！哎、欸，凶比不？凶巴还好啦，刚好啦。你又凶不怕？你会怕吗？不会啊。我怕。我要跟在新人后面，我看他要干嘛。新人被我炸死了，露米被我炸死了，炸两个啊！那是你哦，啊！我刚刚是知道上堂课啊，哦，我以为下面那个杰克是你，不是啦，我一直蹲着看着他，不是他。那有没有观察到什么诡异的行动？杰克的屁股蛮翘的，哎呦，是不是喜欢吗？不喜欢，你买不回家。你从 Minecraft 的角色怎么看出他屁股很翘？没有，就按着 shoot， 你屁股就翘起来了。哇，尖的、啊，尖尖的，对啊，尖尖的屁股，尖尖的屁股啊！难道你的屁股是圆的吗？让我看。什么？哎，等等，不对，这样不对吧？好像有点母汤哦。这样不行哦，这样子。干哪、啊，怪怪哎、欸。我只是好奇，想看看屁股圆圆的麦块角色长怎样。没有，放箱子放了。哦，那个就是怕被挖那个。没有，哦，没有啊。我去放个。雨月的钱也太多了吧？啊，他就一直挖，超多，超级。对不起啊。干嘛啦？干嘛啦？啊、道歉也不行，好啊，不道啦。你在跟谁道歉？有什么莫名其妙道歉？我们家国王怪怪的。哦，不爽了，我等一下再投他一次。还是顶我嘴？怎么不爽？还是顶我嘴？冷静一下，好奇怪。好、啊，等你当国王、啊。你想干嘛？炸你！看哪天选举日啊？什么选举？选举日啊！你想不想当市长啊？干嘛啦？这是有什么笑点？好奇怪哦。没事，我常常都会有一些奇怪的笑点。我感受，到了。对啊。我就是比较与众不同嘛，去过。很好啊，与众不同，好啊。去过，才有特色。对。我特就是要有特色。破釜盾是什么？破盾斧，对不起。破釜盾，破釜盾，你是要拿盾去打人是不是？用斧头格挡，拿盾牌敲他。我就念完想说，好像哪里怪怪的。你就怪怪的啊。对啊。箱子弄好了。好。干嘛不满意吗？我就是怪。是啊。哎、欸，拿不到。啊，你说要保护我阿仁嘞。我在我保护你都不用装备是不是？啊，你现在我看你身上就有装备了、哦。我要拿弓箭啊！你拿什么弓箭啊？习惯拿弓箭啊！你又射不准。我射很准好不好？我超会射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我想看看哦。哎呦！那你快我射你一下。你要射在哪里？我射不到吧？你要射在我的哪里？你是要拿、哦、你好开心啊、哦！你是要拿箭矢填满我吗？天哪、啊！这是什么对话？你先开始的哎、欸！哎呦，你哪没有说要射我？我最乖最纯洁了，怎么会讲这种话？都是你带坏我的、啊！哇，都
都是别人就是了。对啊，对，国王要带头啊，他带什么头？对啊，所以你开启了，我就开启这个头，是这样的吗？嗨，安安，我跟我观众安安啊，高基根哟，高基根哟，高基根哟，好了吗？什么意思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日文吧，对，我念的超不标准啊，感觉就是你把日文然后硬念成中文一样，所以是什么狗狗什么？对，是狗鸡干哟，什么啦？枸杞吗？就是枸杞呀，枸杞是那个啦，枸杞、欸、你不知道、啊？打招呼啦，我还有，那有很多种啊。他说那是贵安的意思，对，贵安、哦、这么有礼貌哦，还贵安。Koki Kenyo， 我不敢挖中间、啊。高高高，到底、哦、中间啊？中间怎么了？什么中间？等一下要出那个绿宝石。哦，你然后你说你不敢去是不是？没有，要国王啊，我国王啊。OK OK， 我死了会再扣一千分哎、欸，你自己选。你喜欢看负八十？你要扣一千分还是拿一百？的钱来你挑，给你选。你想看我们那个分数变负一千分，还是看钱变多一百？对对对，看钱变多一百什么意思？你中间挖到是一百块。哦，真的、哦、这么贵？啊，挖到如果我死掉是扣一千块，要一千分。可是我想看它变负一千。负一千，好好好好，走。哇，杰克听起来特别开心啊。我怎么没有输可以投票啊？你要啊？没有，我要去拿一下牛排，我要去拿一下牛排。你们都直接跳哦？啊、不然嘞啦，啊、不然就是赶时间啊，不行，来不及、欸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来不及了，走，太慢了。女孩，走，前面危险。杰克，回来。对，回来了。你现在只能相信。你为什么拿着刀看着我？你怪怪的。你这个团团吗？你啦！我看着你有差没？哎、欸，你下意识先讲别人，阿念美。对，等一下，我已经洗清邪疑，所以绝对不会是我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你还是怪怪的，我就是喜欢投你怎样？我不想误会我朋友。哇，好啊，都不是朋友哈、啊，都我们是朋友吗？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来闭着眼睛啊！声音都认不得了，凶啊！今天好凶啊！我哪有今天好凶？他这是正常发挥。我今天很温柔、欸，你没看过我凶？你还没有见识过他更凶的样子，好可怕哦！你哪天拿着狙击躲在后面，结果我们分数已经被超前了，我才会凶你。拿着狙击躲在后面啊！你都没在看我影片，算了啦。什么呢？怎么耶？没有空看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好好好好，我待会马上去看好不好？一关台马上去。他要说现在 ，right now， right now， 我要开台看影片是不是。对，开台看我的影片，有搞清楚状况。待会被检举了。不会啊，还有版权问题有没有？不会啊，我没有播歌啊。哎、欸，发光喽，我们发光。哦，亮亮的耶，我们好亮哦！哇，我们好亮，闪亮亮四人组，我以为你要做闪亮亮复仇复仇鬼。小雨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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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哪里？下面。猪什么时候才有啊？我想拿哎、欸。晃动。猪。输。下来。不可。哦，输。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地上黄金布啊！我团团，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哦，我没看到。你今天怪怪的，怪怪的。通常你看到金矿会叫哎、欸，不是不是，我今天真的没在状况内，你知道吗？哪里？国王灵魂人偶那边的洞窟。不要救他，你会死。你，我刚刚他剩三滴而已，然后我不知道他丢出来是手榴弹，我就被他炸死。太深夜。什么意思啊？搬回灵魂的，这是他要在中间搬回去有一百块。太深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哎呦，欺负小新手！我想说他丢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叫你捡啊！嗯，走开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原来那是手榴弹。你啊，你不知道那手榴弹呢？哦。炸掉了！我刚刚就是被那个炸死的，然后我想说那是什么东西，我还炸掉了吗？就是手榴弹。我还靠近他看哦，地上的红包不要乱捡，别乱拿，要出事了，乱捡，还说想保护我，
哎、欸、哎，其实都保护好自己。其实你讲到地上红包，突然想到一件事情。嗯，因为你不是通常有些人就是丢地上红包，然后你捡起来之后，旁边就会突然有人跑过来跟你讲话吗？对。那这样的话，他们是怎样？他们是丢在下面？哎、欸，不是我了，团团。哇，那知道谁是失踪手了？哇，做事了，他来弄我了。哎呀，太凶了。不是重点是现在不能投票。对啊，那我就哎丢、欸、起来。哎、欸，团团，你再叠，你再叠，你再叠，快叠。走了，拜拜。塞呦那啦啦。还有这样子飞？哎呦，有种针对我啊！放开那个中药，不要。要什么时候才能够那个啊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要，他很烦、欸，你才烦嘞、欸！你不要啦，他很可爱，不要伤害他。你不要？不是哦，就是因为那个谁要来啦。等一下啦，他们两个在干嘛？啊，他顺走了，顺走了，顺走去哪里啊？哎、欸，你去保护国王，你下来干嘛啦？等一下，我还没搞清楚状况，现在是什么情况啦？杰超，不是杰超，对不起，杰克是坏人，杰超是我干爹，杰超是我干爹，杰克是坏人。所以什么时候才可以？什么时候才可以投票啊？没有输哎、欸，是吗？没有输。要拿到什么书？在国王身上是不是？啊？在国王身上。哎呀，没有输。对啊，不是过了新的一天会要有输吗？嗯。所以我们的间谍是谁啊？间谍就杰克啊。不是我们，我方的，我方的。哦，我方我猜是巧克力啦。的的因为巧克力把露明炸死啦、哦、感觉啦，感觉是啦，嗯，我觉得应该是啦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。杰克不是，杰克不，巧克力不是，巧克力不是哦，那是谁是间谍啊？我知道为什么隐约跟小雨子被炸死。我啊，哦，你那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杰克你在干嘛？啊啊！你这样子。我不太懂，我也不太懂。你不是应该是对面的，你应该没有、哦、他在炸我啊？那人太多，人太多了。哦哦哦，他是要炸那个我们的啦，然后炸错人了。哦，那他们两个队友好无辜哦。所以是谁啊？哦、谁是间谍啊？小雨是吗？可是小雨刚不是被投过票了吗？哎，没有有吗？他们刚有投票吗？他们现在也还没投啊！哎、欸，那为什么一直被炸死啊？对啊，他们到底是谁啊？杰克还很担心。小雨捡走了，咪那个啦。啊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！啊，小雨、嗯、是小雨是小雨是小雨哦。那我们要护送他哎、欸。所以我们应该去接他是不是？杰克，你干嘛啦？干嘛？你发光、欸、啦！你走开啦！发光哎、欸，所以嘞，所以嘞，所以嘞，发光啊！好，然后嘞，你炸完了啊，拜拜！炸完了，拜拜！欢迎下次再来。好，好，我会准备第二发的。我要跟着杰克的屁屁走。干嘛？你跟他屁屁走干嘛？我对他屁屁有兴趣。来，过来。走开啦！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要带我去哪个小房间？没有啊。那你提醒一下啊，那让我研究一下这个东西，你先不要动。好、哦，闪还有闪光弹哦，手榴弹。可是刚小雨丢一个很像海灵石是吗？还是什么东西啊？海灵石。我哦，所以刚哎哎、欸欸、好哦。怎么了？你说小雨刚过来其实是要来帮忙的，是不是？我刚还没搞清楚状况，我现在搞清楚了，什么意思？他还状况外吧、嗯，所以你现在搞清楚了什么状况？对啊，我还是不太懂。你怎么没死啊？哎、你走开啦！怎么没死啊？走开！你怎么没死啊？走走！我又不是国王，你打我干嘛？国国。什么？哎、欸，其实我不知道"锅"的意思是什么、欸。哎，国王啊，国王啦！不是啦，我是说锅。锅、欸、什么鍋？最近又有一个流行新讲法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啊。被黑锅那种啊？不知道哎、欸嗯。
走开，杰克，你走开。怎么了？等一下，你是会找我们的国王？对啊。可是又不能用砍的，只能用国王爸爸在哪里？绝对难倒你。快躲！对啊，难倒我了。我跟着杰克，杰克你不要乱来哦。不要乱来吗？你乱来，我就把你鸡鸡切掉。他没有，你切什么？这个更坏。他说：“好凶哦！”等一下，你刚刚说什么没有吗？欸、小雨在你后面那个。他好人啊？干嘛？他是好人、啊哦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跟你讲一下，因为他跟他那里跳，他可能要给你干嘛？给你东西之类的。地雷是什么啊？所以应该是手榴弹吗？要买手榴弹吗？你可以都买。可是我不会用欸，会炸到自己怎么办？哦，那就炸到自己啊！点右键哦。啊喂！哇塞，你怎么强啊？哦，小雨啦，小雨弄的啦。那是我丢的。是哦，你丢的、哦，好猛哦！那是我丢的，你就走过去了。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没有，他没有看到我啊。你是奇才欸，对，国王重生了。哦、欸，他们国王是谁啊？我刚刚没注意到。Lumi， 这丢得到吗？他们的国王是 Lumi。OK OK， 小心人。你怎么捡那么多啦？后退一点，翻新。哇，你怎么那么多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发起投票，谢谢，把他送回家。快！把他送回家啊！哎、欸，我没有办法投，我要怎么投啊？你要按数字，按数字啊！对，繁星来玩。按数字，哪个数字？对，他不是一二三四吗？不是，你要按T，然后按数字一二三的三。哎，我按啦，他有个什么挑什么的杰克的。你点一二三的三，就点三。对，你要先按 T 打开对话框。我点啦，那就好啦，好，就好啦，拜拜，拜拜。等我一下哈，我有点忙。哎、欸，他要去那个上面吗？我有点忙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拍谁？拍谁？等我一下。嗨，你回来了。可以拉我一下吗？自己去，自己去。谁理你啊？没有人理你。谁理你啊？再见。我们的队员回归了，回归了、嗯。我差一点点就把他带回来。有，对我努力，刚刚很努力。对不起，我刚刚还打你。等一下，所以杰克走了吗？对他走了。我是说他也不在我们这一区了吧？就是我是说还有麦块。不在了吧？他走了，刚才要走回去的。好，你知道我刚刚躲在哪里吗？我刚刚躲在那个什么高塔上，就是我们的城堡不是有四根高塔？哦，你说四根，我躲在上面，然后杰克扫上来说你在哪里？找不到你，很会躲哎、欸。然后我就躲在那边躲错。你知道我们刚刚那边怎样吗？坐车、欸，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哎、欸。怎么了？他们那边跟鲁米讲说，不行，你要证明你自己的话，那你要缴交200块。鲁米真的给了200。哇！他怎么那么听话、啊？对啊。然后第一天，允月说，不行，我觉得巧克力很危险，我要先把他投票投起来，让我